记。又一个，一次转身，是他妈匕首。给我们究极雪崩。进。暂时远离杀戮了。他怎么还在这里呢？他不是往下面那边靠了吗？哎，玩的是真烦，我他妈符文没带好。心是铁做的，更多火药，人人有份。A 不出来，骗是骗到的。这第二下不好 A 得出来，我这砍的小兵打换血肯定换不够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我这波不太好，再去打他。还好破绽没出来。我把车门，撞吗？哈哈。我这波状态不够了，我一管血打两管血不太好打，只要没点燃不好斩杀，蓝不够用。我操！你是说你死不死？老子 Q 不死啊！你快去杀他！我很少、哎、他妈多兰对你好变态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他好像也杀不死，还被反杀了！我操！又一个，叫没叫 W？ 背叛就像在你妈的人一样刺人。我现在不能随便 Q， 男的没有。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，人人有份。这把太狂了，这个人我操，他不怕死。没点啊，触发灵光披风，感觉不太行。怕你们！我从盐分和海水中。当心炸药桶！脏东西，在炮弹里洗个澡吧！预备！你拉成坏。小小超凡大师敢在我面前装逼，我装可以，你装不行。那你咋办呢？看我给不给你一点点机会。他们的头骨上毫无还手激励啊，兄弟，毫无还手激励啊。把这当你家呢，随便翻。啊？你也没把我当人呢。一次转身，得到是一把匕首。先找个先砍。炮火轰天。说到南刀过来，本来这波抓死了，开个先锋我可以吃兔城。这个装备到底是干嘛用的？这个装备，生命水井，最是。这个到底是干嘛用的？只有辅助可以出这装备吗？我都没见过有这个装备呀。东城喽！穿搭用的，什么穿搭？
就好像我那个表哥微信是不是超鞋超裤什么都有嘛，就这种穿搭嘛，那确实时尚了。如果兄弟们有喜欢穿搭的话，对吧，可以加一下我表哥微信，各种超鞋超裤，主打高端品质，不满意十五天之内包退包换。嘿嘿，还在找我？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听说你最近一直在找我，没完呢。看来你是真想和我刘华迪拼一下子。行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。行。又一个。这是状元该额头。冷静一下，给他一桶他就冷静了。你他妈的还有人，那个辅助不在后面他绝对打不死我，他那个辅助可以给他加伤害的，很烦。老子今天哥巴就给你带到底了，怎么了？放你走也没扎到，救我下，我救你一下。这逼辅助为什么也在这里呢？你他妈的！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干死他！他妈的，我受不了他了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！不给面子。说实话，给一点嘛，封口汤喝一下呀。你都有双 buff 了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等我用梦刷了，别急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用平 A 二连筒就好了。我队友终于支援来了，你妈等死吧你！啊，不错，还跑。跑得了初一，你跑得了十五。嗯嗯，我差点全身大招。操，飞速好快。算了，中线走，我这个血量，我感觉判摸不到他，有滑铲就无所谓。我三速血。老子就不给你拆边路塔，老子就看着你，就看着你，就不给你拆边路塔。嗨！要不这就把我秀死，我就不给你拆，拆你就死。他在装什么东西？技术无限。与我队友是吧？你跑得多快？跑得有我快没有？
装。No shit, fuck you, 扑街！这也能给我刮死了吗？我操！前置桶炸着的，我怕他隐身翻墙看不到他翻墙。难道开大招翻墙是不会打断隐身的？还装逼不？哦，你也讲直率。当心炸药桶！哎，怎么总是没连起来？好爆炸！现在应该能排到500分左右。那我拿不了 MVP， 这个分段上单拿不了 MVP， 太难了。我基本上每把都伤害最高，但是就是拿不了 MVP。